1897邀您观看我喜欢你。一万次的挑剔只为遇见你。百年贵族荷兰奶粉。海普诺凯1897我喜欢你。妈。喂，陆晋啊。楠楠怎么了？我下午从酒店回来的时候碰到你妈妈了。然后我们一起喝了个下午茶。正宗酸爽认准统一。统一老坛邀您收看我喜欢你。陆晋，谢谢你。晚安。等一下，庆祝活动那天，我接了顾胜男给你打的电话，我没有告诉你，他删除了通话记录。我知道我这样做非常不应该，但是我就是没忍住。因为我知道你只要接到了那通电话你就会离开，我当时还以为我还有机会。我要给你道歉。对不起。我刚去问过医生，说手术很顺利，只要休息得当，我想顾爷爷很快就能出院了。辛苦你了，子谦哥，真的谢谢你了。不辛苦。其实我很高兴，这段时间能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我希望未来的路，我也能这样一直陪着你。胜男，给。你不是一直想开间私厨吗？这是我做的设计图。我希望在你未来的世界里，能够有我的位置。把你交给我好吗？对不起，子谦哥。
医药费我会尽快还给你的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顾小姐，你不会认为陆晋放弃了庞大的事业，天天跟顾小姐在一起，他就会天天开心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怕我鼻眼泪把你衣服搞脏了。浑身都是你的指甲，随便擦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你昨晚一宿没睡，你怎么能骑车呢？我送你回家。我自己回去。我说了，我自己回去。你为什么要跟我闹别扭？你爷爷做这么大一个手术，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？这么昂贵的手术费，你不告诉我，你一个人怎么来承担？子轩哥帮我垫付的。钱我会给他的。我会自己还的。我是你男朋友。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分那么清楚？我跟你分那么清楚，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。是我妈妈难为你了，对吗？没有。哎，打扰一下，车还用吗？不用。啊！自己用吧。哎，谢谢啊。我先送你回家，好好休息一下。然后我们再谈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在你爷爷生病的时候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受了很多的苦，受了很多委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在，我跟你道歉。但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在你身边。接下来所有的问题我们共同解决，共同面对。我不离开了，求求你别生我气了，好吗？
那你告诉我，刘邦跟项羽你想当哪一个？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？成王败寇，我应该会选刘邦。这个问题很重要吗？那个陆晋啊，一定是工作太忙脱不开身，不然也不会那么着急忙慌的就走掉。哎，说倒是他那个妈，哎呦够呛，那个大姐啊永远不是一个。怎么了啊？工作客户。喂，说就是我回来以后，我发现少南有点怪怪的，总是跟我刻意的保持一段距离，然后不接受我对他的任何帮助。我知道我走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对我这样。因为楠楠为了给爷爷凑钱已经三班倒了，好几天没有好好休息。我更想知道他爷爷这么大一笔手术费为什么我没有第一时间知道。这事儿吧，赖我，是我，是我觉得我们不能遇到什么困难就伸手管你要钱吧，所以我替爷爷垫了住院费。但这第二次心脏搭桥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奇怪，可能奶奶是顾及自尊心吧。她是我女朋友，我们恋人、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就会患得患失，患得患失你懂吗？你不懂。你一走那么多天，他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，你以为他想吗？但正是因为他爱你，所以他怕打扰你，怕影响你，又怕你嫌弃他，最后你不爱他了。说白了，没有跟女人楠楠，好看吗？哎呀，老舅，你能不能别玩了？我问你呢。
我真的配不上陆静吗？对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认真的。我也没开玩笑，我也认真的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不般配，早就想劝你跟他分手来着。现在好了，你正好心里有疑虑，不如借此机会跟他一刀两断。从此以后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你过你的独木桥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，我就是觉得。觉得你还喜欢他呗？那我肯定喜欢他呀。哦，这么说的话，这事儿就好办多了。说吧，今儿心里咋又不得劲儿了？我觉得我跟陆静之间的距离好大的。嗯。孩子，你是真不懂。我告诉你，距离产生新鲜感，新鲜感产生好奇心，好奇心产生爱情，所以他才会选择你，而不去选择那个跟他没有距离感、工作也懂、家境也配的。黎曼，我明白了，你这么说我就懂了。那老舅，你说，我会不会拖陆静后腿啊 ？No， 为什么？以你的段位，根本够不着陆静的后腿。幸福是什么？就是一蔬一菜、锅碗瓢盆、衣服包包，藏在生活的每个细节里。但他们都好费钱哦。还好我有唯品会，衣服、厨具、日用品，三折就能买到，品牌特卖就是超值。上唯品会搜“喜欢你 ”，get 我的同款好物吧。陆静，你回来了。忙，忘了跟您说了。温哥华的事情处理好了？处理得特别漂亮。你要去哪儿？出去住两天，有点别的事。是去照顾顾小姐呢，还是她爷爷呀？您怎么会知道她爷爷的事？既然是我儿子喜欢的人，我自然要多关照一些了。再说，你都放下工作回来，要去做上门女婿了，我怎么也要到对方家里去看一下，值不值得我儿子去辛苦一把呀？妈妈，您都做了些什么呀？没做什么呀，我只是去关心一下。您跟顾胜男说，刘邦和项羽，我会选谁？还暗示他，说他做不了吕雉，只能当虞姬，是吗？他问你了，你怎么说的？是他想听到的答案吗？妈妈，在工作上我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，但我的情感，我希望您不要干涉，您干涉不了，做什么都无法影响我对顾胜男的情感。陆静，
我希望你放清醒一点，要记住，工作上是不需要情感的，感情用事只会让你的事业一败涂地。也许您说的没错，但我不想做一个没有情感的工作机器。对不起，之前答应您的事情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了，但我相信盛楠一定会遇到比我更好的男人，拥有更好的未来。爷爷，您保重身体，祝您早日康复。盛楠，感谢你这段时间给我留下的快乐回忆，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，所以决定去留学。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幸福，照顾好自己。盛楠，想什么呢？进来吧。您好，爷爷。啊，我来看您了。嗯，好。还带东西啊？这是一些营养品，还有您爱喝的茶。哎呀，人老了，这么多的保养品会上火的。对，我还让紫晶的后厨给您炖了汤。不是你自己煮的？不是。那你放那吧。好。小陆啊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能帮爷爷一点忙吗？当然。啊，我觉得那把椅子好像摆的方向不太对。移一下吗？哎，移过来点，移过来点。对对对对，那个往后面移一点。哦，这边。哎，对，哎，往前面移一点。哎，这样行吗？哎呀，我说的不是这张，是那张大的。哦，好的。您想，方向，哎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哎，这样，转过来点，面向窗户。哎，好的。那盆花呢？您想，我说的不是这盆儿，是这一盆儿。使点劲儿啊！好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小陆啊，你这个转来转去，移来移去，我头都给你转昏了。你把这些都摆回去吧。哎呀，你有事儿就回去忙吧。那您别忘了喝汤。嗯，再见。过两天酒会，你和小郑也要参加，你让他注意仪表。你的病还没好呢，就别去了，给他捧什么场啊？我迟早要和他谈谈，我的身体和明婷比起来没那么重要。没想到他做得这么狠，一点情面都不留，这么冷血，跟他那个妈真是一模一样。你别这么说，陆欣，凡事有因有果，是我对不起他们母子在先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向着他们母子说话？你把他当儿子，
我看他还真没把你当父亲。你不跟我说好了要在家好好休息两天吗？你怎么跑来了？紫金，那是你的地盘，你让我休息，我自然是没得话说。但这是我爷爷的地盘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误会我了。我就是想帮帮你。我可以从紫金随便给你找两个大叔过来掌勺。那都用不着，我自己一个人是可以的。你别多管闲事儿了啊。我亲自来帮你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我亲自帮你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哼！你能做什么呀？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会，但我可以学。我赌你啊，这不出半个小时，你绝对要打退堂鼓了。哼，试试。试试。土豆消消，还有一个。简单。店里原来的服务员呢？最近店里本来就没什么生意，减少人工就让他们回去休息了。你玩呢？没有啊，我跟你用的方式是一样的。反了，你那个，对对对。哦。哦。哦。干嘛呢？你在给夏夏做手术呢。怎么说也算是生命，尊重一下。很快。锡纸粉丝炒河粉。哦。辛苦了。我给你吃饭。那我得尝尝。我这家伙，你是做听我的，都不去吧。真的假的？服务员，帮我把脚开一下。来，干了。快点啊，愣着干啥呢？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上次我妈给我拿香烟，我的天哪，看我真看不到。哎，干什么呀你？哎，不吃了，走走走走。干什么？对不起。走走走。走吧。哎，你们没？买，外面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他们
他们买单了。他们都困了，回家睡觉了。啊，都一点了，我们也该休息了，对吗？走吧。不是以前这个时候还很多人呢，不能怪你。怪我？为什么？不是只有咱们家没有人，你看他们家很多人哎。所以说肯定怪你啊，肯定是你服务的不好，把客人都给撵走了。我服务不好。顾胜男，我人生第一次在这儿给人家起啤酒瓶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人生第一次擦这么油的桌子，你有看到吗？看到了。我还第一次擦灶台，就这样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两天以后，跟我去约会吧，我带你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。我没有时间，我哪有时间啊？我忙的。怎么你才能去？除非半个小时之内你让所有的顾客坐满大排档，我就稍微考虑一下，好吗？好。小杰，给你个任务，现在立刻给我把爆炒天下大排档坐满。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钱我出。孟新杰，哎，陆总，我真的是为你的智商堪忧。咱们公司没有女职员吗？没有文职人员吗？你给我弄了一批安保过来，你以为我们在拍电影吗？将就一下吧，那你让他们把衣服给我脱了呀！啊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在作弊吗？做什么弊啊？我不知道，他们都穿着制服去的。我就在公司群里发了一条，就要求大家去加班。我没说作弊，我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宣传，你给我的任务呢，结果就不知道哪个公司来了一帮刚加完班的员工，所以坐满了。但我觉得他们人数有点多了，你要再做太辛苦了。算了，我先让他们走。顾静，现在的白领都很辛苦的，这个点儿才下班呢。不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狠心的老板这么干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给他们做点好的。放心啊。哎，楠楠。动筷子，吃啊。
为什么那么不高兴？开心一点，不好吃吗？聊聊天，说说话。跟我的口二婶。闭嘴，坐下。怎么了这是？生菜生菜，来来来。什么气氛？公司纪律严明，然后再可能是聚餐。嗯。上上菜吧，上菜吧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忙。慢点吃啊。嗯。慢点，稍微。哎。有。今天主要是我的问题，我不应该让你们出来加班，为了我自己的事情，害得你们大半夜的还得跑出来一趟。为了我女朋友，不会有下一次了。那为了今天，我敬大家一杯。谢谢。坐。吃起来。吃起来，来，继续吃。倒酒。碰杯。这边说话。你们也是，来，诚实说，哎，我来，我来，味道还行吗？不好吃吗？好吃。妈，吓我一跳。哎，那个虾，咱们，你说点正事。什么正事？后天跟我约会吗？我考虑一下吧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别让你的员工加班了，好吗？今天表现不错啊。嗯，不够的说，不够可以加菜的。表现不错，加薪。继续吃。我跟你说啊，陆晋这孩子啊还真不错，在盛楠面前啊一点老板架子都没有。这小土豆啊，剥虾呀，只要盛楠一发话，哎，什么活都能干。这俩人啊，打打闹闹的，甜蜜得很。照他这样子帮忙啊，我那个小店儿很快就关门大吉喽。对了，你回去啊，把我的炒锅炒勺给带了。这是干嘛呀？这医院又不能开小灶。哎呀，叫你回去拿你就回去拿，快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削完这个苹果啊就走。累了吧？啊，累。Being on a manifest.
Keep on thinking about you. You're beyond a matter.